帅哥要不要炒饭？我现在在北车，然后以前学生最爱吃邱妈妈春节名产，邱妈妈炒饭，邱妈妈炒饭。对，华哥现在才18岁，他可没有经历过当年繁荣的北车，从来没有。对，那边有春节大蛋饼，他高丽菜切完丝会泡在水桶里，你就会看野猫野狗经过在喝那个水，真的超可怕的，感超不愧是春节。因为北车现在已经有熊开心，跟12月30。然后这边有一家新试营运的长肉肉，长肉肉，他脸书看到就是跨年这几天开始试营运，可是完全没有他店面的各种资讯，有点可怕。连店里面有什么机材还是什么商品都没查到。今天有观众先来看的，他早上先来探路了，他有点痛。我刚刚就是我身上只有1000的，赶紧先换钱，我没有打算投到1000，先4500就好。OK， 对，开搞开搞。因为它爪子很密，然后爪子又大，可能要，可以了，就一样直上直下，捏到应该会熟，看起来是下放的，有了，它这是反的吗？因为它可能怕你装太多。有10样可以去抽吗？感觉就是挑好粗的就好了。又好像先试试再说。结果不是。拨一下吧，因为它好有麻掉的感觉哦。麻了，麻了！你要瞄那个脚。我就想瞄。很口味耶。干嘛呢？怎么了？没有，卡在这边哦。好的。可干。没过电也。这个好像有点臭热。没关系。一样打了2拍就够了。所以他不会让你抽到底下。OK。不好意思。求救电源。幼稚园的中午点心啊，没看过葡萄的，不知道怎么感觉。好呀，台面其实摆的还行，只是怎么了？苍蝇，你这样甩不进去了。它不太能甩，它锁的有一点点，但它不会有那种顶到不熟的，它其实还行。哦，这种我有点不知道，直接夹吧，因为它也不给你甩。我忘把归位了。脚麻了，脚麻了，脚麻了，算了。正门是不是就不给你算？算了，你吃吗？我也不吃。这个你麻了，那不要打了吧。我试一个看看，试一个吗？直接顶好了。试试看。那个第二层的那个。好哟。那打得到吗？拉得到，拉得到。有一只爪子应该拉得到。直接顶抽完了，完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好了，一个就好，一个就好。要打哪个？溃烫的吗？对，打溃烫的那个。爪子超大的，两个一起包转。对不起。我知道为什么他可能不打了，好像有点难。看起来超难的。不过好像可以。但我没说。破掉了，算了。店员打到了。店员呢？店员看到摄影机，有点点点。还行吗？可是这看起来超难下爪的，这看起来超难吃的。这是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什么？一个就好了。下面我抽不起啊。它有点缩洞头的感觉。对啊。
干，完了，被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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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不列入抽奖。被阴啦、啊！我靠！啊！ Yeah. 被阴啦、啊！我靠！好爽啊！不是你这样想就已经先亏。可是这一个应该会不会这一把十块？人家是按斤买的。这老弟也歪成这样也太屌了吧！两个，两个，两个，有了啦！这个竟然也可以抽奖，我没想到，这其实蛮好吃的。可是好像有点，它都在里面，有点空哎。哦，它好像有点爪具，这个应该夹不起。对，这个有点。算了，好像做一次，做一次，做一次，麻了麻了麻了，上头的节奏有了啦，快丢！算了，我哦，爪子超大了，哦，要说，哦，巨爪还是打正门？看你，直接包起来，包起来吗？嘿。有了、欸，哦，我看到了，那个有透明的东西在挡哎、欸，它不是无挡吗？但这个野草好像，算了，要算了吗？还真有挡吗？有，它被卡住了。哇，那我觉得不要，不要。它根本就起不太来，然后它那个又字这么粗了。这个可以吧？像没准的五百。哭啊！有没有十样？500块有一抽吗？有一个哎呦，好慢吗？上指甲看看好了，平衡脚吗？有一点点，哎、欸，直接拉着，直接死了。好的，剩20，剩20块，打完就算。这好甩不到、啊，嗯，应该有一点的。我猜三排，我直接推了，哎、欸，猜错了。剩十块，八波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干没几样。那个猫咪不算，我凑一下十样哦。凑十样，差几个？差三个。诸位加码了，还是就去打那个鱿鱼丝啊？这个好了，这个我想试一下这个。欸、这个有列入抽奖吗？它的感觉是顶爪，就拿来学样数的话，好。哎、欸，出货了、哦！出货了！出货加一。这个爪子好，有点屌。这个完了，完了，已经打。这个70买一包，我是觉得，哦、太狠了，太狠了。好了啦，算了。超麻的、欸，就直接夹那个看起来快速。有没有卡动线？没有，有卡动线橘二哎。被海苔电了。我们可以夹两个。有可能。就它卡动还是橘二啊，但我偷偷啊。哇，好了，卡动，卡动，卡动。很顺畅的下去了。尴尬。哭啊！刚丢了两包沙琪玛。支援一下。支援，感谢。好了。加个巧克力的。巧克力饼干。出货。走喽。算了。我觉得算了。蓝色是 F。F 啊，好吧，误入迷。然后这个是就加了这些。沙琪玛是德哥赞助的、哦，没有错。沙琪玛不是我加的，沙琪玛刚刚被小店了一下，真的。所以他就这样，先是试营运第一天，试营运500块，当时是七样吧？如果不算这些的话，七样跟很多这个猫咪脚一抓一大把，
大家如果想听出货感，可以讲后面一条就好了。啊，有没有划算？我就不好说。你一把抓出五只，我怕你还亏。差不多。对，南洋街靠近快到二八这边，旁边就有熊海星。熊海星。大家就这样，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感谢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他也没什么假话，商品可能对我来说没什么吸引力。零食有些摆的又很刁钻，先试一运。可能之后会改。毅哥他前几天才跟我说，只有更难，没有更简单。对，想试可以来试试看啊。你可以这边试完再去隔壁，体感可能会比较好。这台的气泡水其实还可以，我再试几，再试一次。妈的，试营运就被削，心情很差。这台就是，其实运气好应该可以直接弹出来了。你那个爪子这么大，要进去很，你看就是很容易顶到。妈的，怎么进去啦？出来，其实差不多这样感觉。哦，你说要先让它倒，对，它要先倒，因为它是下放的。刚瞄在那里面对才出的点。哎，走喽。